原标题抗战第一美女将军，诗情哭等十余年，再见时南方儿女成群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中国有一份杂志叫良友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生活类杂志，而胡兰奇就曾上过良友的封面。因为她是近代历史上第一美女将军，近代历史上被国民政府授衔的女将军只有七位，胡兰奇就是其中一位。现今或许我们很多人没听过她的名字，但在当时她可是鼎鼎大名的美女，红透中国半边天的人物。胡兰奇是四川成都人，近代史上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女性。1920年她从成都毓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，成为一个年轻漂亮又有学识的女性，受到当时许多上层社会男青年的追求。四处军阀杨森对胡兰奇早有闻名，但看到她在良友画报上的时尚靓丽时，杨森离开去胡家提亲，可惜竟然被胡兰奇拒绝了。尽管当时杨森是四处军阀，但胡兰奇很受人关注，他也不敢放肆，最终只好不了了之。胡兰奇拒绝杨森之后，名气更加大了。当时著名作家茅盾听说他的事迹，便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红。小说中的女主角梅行素就是以胡兰奇为原型的。1922年，当时胡兰奇21岁，忽然看到才华横溢的陈毅在《新蜀报》发表的文章，瞬间便被吸引了。陈毅当时刚从法国留学回来，在《新蜀报》担任主编，优秀文笔很快为他赢得一批女粉丝，胡兰奇就是其中一个。胡兰奇很快成为追星狂人，有一次他主动跑到陈毅办公的地方，终于见到了偶像一面。两人一聊天，双方都聊得很来，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。很快胡兰奇在中央妇女部工作，认识了陈毅的堂兄陈梦云，两人很快就结婚了。当时胡兰奇想入党，可丈夫陈梦云是旧军阀的军官，所以组织不批准，想要入党必须离婚，但他又不愿意离。后来陈梦云跟胡兰奇为此事争吵，结果双方还是离婚了，而胡兰奇成功入党了，但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。在后来国共决裂了，由于胡兰奇有亲共意向，所以蒋介石把他派到德国去学习反省。1933年春，希特勒上台后，大批进步人士被捕，胡兰奇也被捕了。后来在宋庆龄、鲁迅等人的营救下，他终于出狱。后来胡兰奇写了《在德国女牢中的回忆录》。后来胡兰奇名声越来越大，苏联政治家高尔基也很欣赏他。在高尔基的推荐下，胡兰奇获得国民少将军衔。这时距离他遇到陈毅已经过去了近十年。原来当年陈毅见到胡兰奇后对他一见倾心，其实两人早就定下恋情，但为了革命双方不能在一起，因为当时胡兰奇在的国民党一方卧底的，如果跟陈毅结婚，他的身份就暴露了。面对两人的爱情，当时的项英说，他这个国民党的将军还是留在国民党部队里对革命更有贡献，于是两人只能痛苦分别。后来陈毅写信跟他，马革裹尸是壮烈牺牲，从容就义是沉默牺牲，为了革命我们就吃下这杯苦酒吧。1949年上海解放了，陈毅担任上海市长，这时胡兰奇再次来见他。原来这些年来胡兰奇一直在等陈毅，他本以为他们之间还有白首之约，可惜当他再次见到陈毅时，对方已及儿女成群了。伤心失望的胡兰奇后来终身不嫁，直到1994年12月13日他在成都逝世，享年93岁。胡兰奇一生都在革命，在感情生活上却是个悲剧。他回忆录里这样写道，我这辈子只知道赶着时代大潮走，在浪尖上奔了跑呀，
有时被礁石碰得头破血流，也只能独自舔着流血的伤口返回搜狐。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